谢大使，你怎么看待这个案例？当然也让大家吓一跳，就是说，你以为确诊很多真的回家就没事吗？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嘛，也有所谓轻症啊、快乐缺氧啊等等。那这位女性她是在很短的时间这个过世，让家人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追究责任。那个第一个就是说，为什么那个专线无法接通？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，这个行政啊，整个就是当宣传在做。你印了那么多这些指引的话，最关键的你那个电话没有人接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没有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好像计划就是把那个宣传的指引印刷印出来以后，他的工作就完了。但谢大使，因为我最近也听到说那个接电话的人接到哭啊，因为现在确诊实在太多，而且防疫太乱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，可能一通电话要打好久，所以接电话的人一直接着接，根本连个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不是他们基层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难道我们的政府都没想到吗？这些现在这个就是说，在上面的人啊，基本上就是做官的啦，他不了解下面是什么状况，他就是几个人在那边开了会以后就决定了。可是这个过程中，像林佑昌的这个决策风格，我是蛮了解的。他以前比如说，他把他的那个总务司啊，总务的副的全部搬出去了，然后全部搞了一批这些啊，我是听人家说搞一批非公务人员。对，那就因为你什么做什么事，你如果照正统的话，你有很多程序要做，那他想避过程序的话，就你都不按程序做了以后啊，你这些事情就容易出错。你在上面做的决定，你觉得做得很漂亮，设计的都是理所当然，可是它不是从下而上的啊，下面的问题你不知道。下面就说我没有那个人手啊，可是你这个计划如果是从下面往上报的话，就是比较接近地气的。他现在民进党这个政治风格都是从上往下，像我们的4+3就是行政院长下决定，一个行政体系怎么可以让这样子下决定？你一定要从下面把这个案件你交给他办，我这个案件我要这么做，我就说你一个签上来，这个签上来的过程怎么样？就是从最基层开始你搞，然后到一层一层的往上，最后做决定。这个过程是让你的决策不会怎么讲，是悬在半空中的。你做得很漂亮，想得很美，事实上在那个哈现地上完全不是这个情况。所以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跟基层整个行政这个过法完全脱节了。所以基本上，这个像这个基隆这个啊，就应该好好检讨。这个我们以前政府不会出这个状况的。我们以前要做任何事，一定请承办的同仁，你开始去研办。你说三天、两天做出来，一天做出来，可是也要从最基层，他都连。然后这个文要一个去会别人嘛。对。那个叫什么？各个部门，你今天你一个人做了，别的部门可能说这个行不通，你要其他部门来，所以他这个在这个流程一定是从下往上。好，现在疫情持续紧绷，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。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，大约有8坪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。好，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，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，在哪里购买呢？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。